你们已经紧张了，各位。如果此时外面的掌声也在这里，相信两位可能是有更加舒服一点。掌声，各位热烈再靠近点。好，好，好，配合小喜的玩笑。不过，请在所有男同胞，你还是往旁边挪一点点的好，保持安全距离。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小明星，或者米花带来他的惊喜。 我们的小明星非常的顽皮，非常可爱，然后他换到第一步步走向众女同胞，去与女人一起，来到女同胞的身边，紧接着抱着一台，哇哦哇哦哇哦，原来说众女同胞安慰来了，通过小新的帮忙，我们进行一个女同胞。 恭喜两位在口语顺利考好享受。同时，看得出周女同胞尽管是满意，这里想送给大家欢乐之外，如果你感觉舒服的话，就挥舞你的手。看着手都挥了老半天了。为了刚好的车主，女同胞小心神用起了留声机，让周女同胞更加彼此的功夫。 接着，世界第一高峰，我们就要变成一秒变成了。按照这位女同胞是一位朋友的，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，我们的掌声鼓励一下。刚才这位男同胞看这位男的按摩的时候，笑得面前一个灿烂，笑得太早了。接下来就要欢迎头更大的，好好瘦瘦的男同胞，有请男同胞。 在座的朋友们，他们的男朋友们体重才有3吨，还可以吗？先来个掌声鼓励一下。我们的男朋友们非常的有礼貌，用足一些礼貌的角色来规则，一步步的走上这位男同胞，来到男同的身边。 18岁，他的一条腿就5.6公斤，所以说男同胞你不希望不要乱动，否则稍有不慎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而且这大型仪器十分常见，他自然有敌，所以按摩的位置是大有不同。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换个姿势再来一次。 男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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